松舍陇南呢就是一面墙，因为什么呢？以自后立，随境生心而为立于。这是哪一个呀？说送普贤横愿品升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众生到那去了蒙佛受戒，佛受了戒之后，他又经过很长时间的修行行菩萨道，他也能在十方不可说不可世界用他的自和力随着众生心呢、啊、来利益众生，那么呢他就很快也成佛了。就说这个花开见佛多么无声那个送普贤恨那个，他后来嘛到了那个世界，到了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了，蒙佛受戒了，那么呢这个不久当作菩提道上相互摩诘，就说他成佛，咱们谁送了普贤恨，谁生了极乐世界，谁就得了这个受记了。这个普贤恨愿品没说送好多卷，也没说是你还另外修行什么功夫，没有，另外没有教过说怎么修，就是读诵词诵礼拜，嗯，这很简单了吧？但是很不简单，不简单干什么呢？账很重。我只教着我个人的啊，外面的客观的因缘呢、啊、给你障碍的，你送不成，你送不成。那么我中断了好多时间呢，从我那个时候1932年初的开始送，一直到这个50年进监狱断了，出来时候该有吧，出来时候普贤恨品找不到，只能念到那一个礼敬祝福乃至十者普皆回向，想弄送全文呢没有，这是出乎意料之外。但我也想不可思议，怎么不可思议呢？也不可思议，再想不到那么封锁的那么干净，三五月佛也没这个干净。如果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大陆上的那个情况，你就知道那个厉害了。想闻佛法，想看一部经，没有，随便阿弥陀经那时候也断了，没有，没谁敢保存，没谁敢偷着送，那逮住了利益反革命论处，你谁也不敢尝试了，你就没有。你说这很简单的事儿，就很不简单。如果越再深一点，你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因此啊，我们往往的事情出乎我们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这升极乐世界送普贤恨，你能升极乐世界是你想象不到的。你要拿我们常情啊，说我念念这个就能送到那儿去，恐怕我们这些个道友里头还有怀疑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啊。有了，净说一二十年，念佛念一二十年，他念的感觉是没有什么脏啊，有没有啊？他就问过我，你心了，一切做法都因你心念而成的，你这个原理一定得掌握到，因为熏习你，你们的善法一天的闻法、听经、修行和念佛这样熏，在你那个根种里面呢。值得根深蒂固，有是绝对有的，绝对有的。而生呢也是绝对生的，上回我说一个生在绝对生，去在绝不实不去，这里头有几个料点呢，有几个料点，有的是啊去在绝不去，生者绝不生。你们这个在这个大家看看这个注解里头啊都有，慈老法师也解释这个问题。进度呢，我现在今天讲到进度啊，从普贤恨愿品讲的，看106页，这个本子上101页，是愿生净土。愿生净土呢有四位，在前头长文讲了。一个，这个国度的众生与阿弥陀佛有缘；二者呢，令众生心有决定，使他心呢能够自心一处；三者呢，西方不离华藏故，西方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不过是华藏的一个外围主旨。四者呢，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佛，有这四种意。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了，大家看惯了，看惯了，看惯了嘛，说对娑婆世界啊，就是着了迷了，执着了，执着啊，就因为好像就这么一个世界。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世界了，有这种想法。因为普贤菩萨呢，他引导众生的转变，发求生净土这个愿，发求生这个
净土的愿。因此呢，就说是愿我在临命终的时候啊，得生到极乐世界。那么普贤菩萨已经没有我见了，他这个哪是无私之哪了，他是一切众生离愿的，是大众离愿。因此啊，这样说的，愿我临命终时得生极乐世界，得生极乐世界。这个在长行里头前头啊也讲过这个，讲过这个，愿你临命终时一切诸障碍都能消除了，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往生安乐刹。这往生到那个去了，就成就的普贤大愿。因为普贤大愿，你送普贤大愿升极乐世界去了，到那个极乐世界去，又依着普贤大愿的你所发的大愿呢，都能够成就，那个地方啊就障碍少，就是障碍少，你能够啊满足你这个愿。因此呢，说你修成极乐世界去啊，仗着普贤愿力去的，那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啊。大家再看那个七十一页，再看七十一页啊，我是来回跟你对照的，你们这样来看，反复对照，因为你自己看呢，你对照不来，你把它全后穿插着，不要执着那个文字，你把它穿插看它那个义理，把它这样沟通，前头沟通到后头来，后头沟通到前头来。学佛经啊，如果是你自己想真正的通达，你先把这个经多读几遍，问经解经，就用这个经解释这个经，你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智慧啊！你自己就会明白。你说你看注解，注解多了，你越看注解越糊涂。注解它文又深，它是他的思想，因为你思想不见得跟他思想一样啊。所以你拿他的思想来跟那个经解释那个经，那就生边硬套，人家套得很合适，你就套得很不合适，那对你自己一点受都没有。你自己把经多念多了，你看注解啊，你要会看，用它前头的解释的解释到后头，用它后头解释解释前头的，你把它合拢了，你自己用你的思想，用你的这个智慧来理解它，这个时候你得到的还是你自己的，不然都是人家的。不然你就是把那个像那个最大的这个注解，叫华严青莲果书的青莲书抄，那你就钻到里头，你很不容易钻得出来，再钻钻就钻到道教思想里头去了。他们有时候用儒教的思想解释，用道教的思想解释，你把他那个注解当成经文，那麻烦了，那就错误了。所以大家看那个七十一页，我念一段啊，那个说是这个上面引导你临命终时，引你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说有没有？你是有的。为什么是有的呢？要对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华藏世界来说，华藏世界，那么极乐世界呢，它是在华藏世界之内，它是这一个世界总中的。如果学华严经的人，他对啊华藏庄严世界海，有些个学华严经的了，我们这同学就问过持咒老法师，老法师啊，我们这是华藏世界不很好吗？为什么你一天念佛还升极乐世界去呢？这个你老老师写这段话呀，当时有很多人问过他，他说不善于学华藏世界的人，不善于游华藏世界海的人，他不愿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他不愿生极乐世界呢？他说我要生华藏世界，我何必生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比极乐世界还好。但是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之中的普照十方资源宝光明世界总的第十三层，极乐世界是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里头的。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十方资源宝光明世界总里头的十三层，这个层呢有十三个主刹，每一主刹有十三佛刹微尘数半刹，主半嘛，十三佛刹微尘数，一个佛刹的土地都把它抹成微尘，又有十三个这么微尘的陪伴着主刹的。那么极乐世界啊，去娑婆世界仅仅是十万亿佛堕，这十万佛堕比十三层的十三佛刹微尘数半刹那少得多了，它就在这半刹里头呢。极乐世界、啊、就在十三个半刹当中的一个，因为它只十亿佛堕嘛，
说他一个主差有差陈述的半差，那么十万亿又岂在差陈述外呢？说娑婆世界即是华藏世界，所以你要生极乐世界啊，有四个意思。那么极乐世界是在华藏世界之内的，二者嘛，令心性的众生心呢，是让你专一而已了。这华藏世界庞大的很，所以那你到你什么学密宗了，人家生香不辣，那香不辣说的更简单，就在娑婆世界里头呢。大家很不相信了，说这个地球现在卫星上下都钻透了，我怎么没看见还有个香不辣呀？卫星到不了的，现在咱们这个五指飞船也到不了的，现在咱们这五指飞船呢还没到不了太阳系，到不了太阳系，咱们一个太阳系到四大部洲，咱们这南瞻部洲才是一面，还有三面没到到，一个娑婆世界有好多呢，有百亿，一百亿个太阳，一百亿个月亮，那这一个娑婆世界一百亿太阳，一百亿月亮，该造好多个娑婆世界啊，造好多个南阳菩提啊，就是咱们现在所居住这个，还有好多咱们没见到的到不了的地方，南极跟北极里头闹庙的地方还很多，日球啊，日球的太阳系里头还有很多闹庙，咱们现在的科学家还是达不到的，所以咱们用我们的意念呢是不行的，你必须这个像文殊师利菩萨，不用弄太大了，像目前连尊者都可以了，就声闻那些个神通，那他能到的很多的，我们所不能见到的他都能见到的，所以生极乐世界啊，就是生到华藏世界里头的一部分而已，不过让你集中起来好生一点，不集中起来你这个好多都是净土，咱们讲啊，微心净土嘛，咱们的微心不是净土，因为咱们的心呢、啊、是慧心，所以就是慧动，心静了嘛，国土就静了，这个道理所以有点这个深入一点，深一点意思。第二种意思呢，就是修行人呢钻出，所以说呀，华藏世界，譬如一个城，一个城里头嘛还有东西南北之分的嘛，东城西城还不同的嘛，应当这样解释。西方极乐世界呢，这阿弥陀佛与此的众生有缘，那阿弥陀佛啊就是我们本色。或者呢，生极乐世界有四劫六劫，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了，生在决定上，去在实不去，有观音经之方便上，而不言何处去生，方便受生，不言何处去生。一者呢，去在决定去，生在实不上，那普贤菩萨的方便言，普贤呢愿为一切佛法王子座，也回向极乐。这是解释，那个解释每一句话下头底下那个都是注解，大家看的那个文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三呢，生以决定生啊，去以决定去，那没问题了，生在决，生以决定生，去以决定去，他升级了世界去了，就是我们念佛阿弥陀佛的求生极乐世界，自己认为啊决定能生，但是你要讲念佛的功力呢一定能去，但是这个啊越是那个执着浅一点，他这是讲到说欲父欲父，就是没有知识没什么文化的人，他呀坚决去极乐世界去，跟那个执着生娑婆世界的两个完全不同，越是分别心多的人，自己认为很聪明的人，那么认为这个极乐世界有没有还不可靠，何必下那么大功夫呢，这人绝对去不了啊，绝对去不了，因为他没有想决定去，但是他可怀疑，怀疑什么呢，他怕下地狱，那么极乐世界去不了，他怀疑下地狱呢，那么可能可靠一些，可能可靠一些，而往往的事与愿违，好多事啊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不去呢，去了绝不去，他不信佛，他根本不想到极乐世界，这还有这么样一个世界，还有那么好的，这可能吗，就这么一个可能吗，就去不了，绝对去不了，这个我不是从断念，我是补充这么一下，我今天本来是说是就补充了，说是你为什么要求生极乐世界，我做这一个解释，现在都有很多问题还能答复完不，这时间很短了，我尽量答复啊。修行人要不想三恶道之事，与菩提道次第中念三恶道苦，有顺逆修行不为恶道，有法从道，
这不成都的了。人说是不想三乐道的事，不用执着三乐道。你想三乐道的事是对着他，因为想着三乐道的比排苦，生厌离心，不去三乐道，要去极乐世界。就跟刚才讲的，就是这个的反面。你为什么想去三乐道呢？是这个反过来说的。我想上极乐世界，不去三乐道。想三乐道的事，甚至是想教化一切众生，不要做三途，不要做三途哪道的事情。你不做三途哪道的事情，你就不去了吗？你没造那个业，你怎么会去呢？是这样的不想的意思啊。那人普济大师的，人家叫你念三乐道苦，脱离发菩提心，这就是行菩萨道呢，行菩提道呢，让一切众生知道三乐道的痛苦。说你千万呢，不要向三乐道那个道上走，说路很多嘛，你走一个光明道，发菩提心。菩提道次第就是你发菩提心成佛，还让你走这么一条道。其余说的啊，都是给你比方，让你认识，就这个含义啊，这个不冲突了。那个说是，那么说念那个六道轮回苦，那么说不想六道轮回了，想六道轮回了，就到六道轮回里头去了，你也没离开呀、啊，你现在是人呢，你正在六道轮回的中间，天人嘛。这个顺逆随心去讲啊，就让你顺势心，不要逆势心，两个对反。叫这个不要那个，就是这样的。那个想呢，不是惯想，要去的想，厌魔的想，厌离的想，这就叫菩提道的生除离心。菩提道的有个除离心，三要道当中的除离心啊。说现在不能发，带众生苦的愿，如果不能呢，再在佛前发愿，岂不是成妄语？你心里向往啊，咱们所说的，咱们都做不到啊。咱们不能说这一个愿，哪个愿你做到？愿生西方净土中，天天这样发呀。那我打妄语了，我这没有生啊，不是这样的意思了，这理解错了啊，不要这样理解。你发这个愿遭受苦难，那种苦难呢、啊，有加持力的了。像那咱们这些个菩萨在世间行菩萨道的时候，像虚云老和尚，上午讲他那么大的道德哈、啊，那么大修行。为什么还在这个受折磨呀？最后他受折磨还是受痛苦死了？像我能海法师，他虽然自己走了，那天天被斗争啊。那有些个老和尚跳了放生佛了，他是带众生消业，把他看成是菩萨。那观世这个化身经常是受苦的，出现受苦的，像寒山拾得了、封丹了，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这都很清楚的嘛。他们都是苦，那都在苦中啊。咱们认为是苦，他是连续三昧，菩萨是这样的。赶你到那个时候，苦难来了，你能发愿再度众生苦，赶你到受苦的时候，你已生生是菩萨了。你像那个金刚经上的释迦牟尼佛被割离大王割解身体的时候，他们是带众生苦呢，他感觉是痛苦，当然感觉痛苦，但他痛苦他是一个自然的痛苦，他能够受得了，能够忍受。割离大王问他，你是不是有样子性的？他说没有。他说谁信？他说假死是我没有样子性，我平复过，有样子性吗？那我就只因此死亡。那他就平复过了，就证明他没样子性了，那就要把他降服了，是这样一个意思啊。那个咱发的是愿呢，各个的大愿，愿发大了，就说明你那个菩提心呐、啊、坚固，菩提心坚固，信愿行嘛。没有愿怎么来主导呢？所以说我们发愿带众生受苦时，是要受痛苦的业报，这个不是业报了，这是你的大悲心了，这不是业了，这是善业了。但是你这个业报，你敢你带众生苦受病，现在我们不要这样理解，不要因为说我现在有病了啊、哦，我大概前程发了苦宣愿了，带众生受苦，所以今天我受了业报了，这是错误的了。不是这样理解了，你大概可能这样理解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理解力错误。现在我们受业报是我们过去啊杀生重的，先生耐吃众生肉的，今天你说害病啊和妖兽啊，你就断人家命嘛，今生你的命也不长，这才叫业报。不要把我们的愿力都当成业报，那个哪个菩萨也成不了佛了，他都去受业报去了，是吧？
许多学密宗的人在介绍金刚上师和仁波切，均称其为佛菩萨转世。